第二十六章，中心大会堂。中心大会堂位于我们中心新村的中央，背依虎山，前望绿园，视野开阔，而建筑典雅宏伟，是民国八十年代以前村民公认为最优美、经典、宏伟的白色堂楼，现已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很多人将它视为中心新村的地标。此作是利用超广角的镜头，在下午顺光的角度拍摄出中心会堂建筑典雅宏伟的一个气势。